朋友们好，欢迎回到真观点，我是真飞。3月4号开幕的中共两会，本是外界期望最低的一次，不过突然宣布取消的总理记者会，硬是让这一场没有看点的两会火出了位。现在网络上呢，是充斥着当年朱镕基、温家宝和李克强当总理时出席人大记者会的视频。朱镕基的话斩钉截铁，对被形容为经济沙皇，直言我不高兴。温家宝在答完最后一个问题时说，如果大家中午不吃饭的话，我们还可以再交流下去。李克强任总理的10年，地位一步一步被矮化，没有了前任的劲头，但就算如此，也说出了6亿中国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的真相。现在卑微到尘埃里的李强，直接连配合演戏的资格都被剥夺了。本来两会就是个中共假扮民主的戏码，中共建政时呢，不敢公开的用一党专政的面目掌权，就搞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来撑门面，似乎有了政治协商就合法了。后来呢，又搞了个人大会议，假称代表人民，把中共国务院总理给推到台前，由党中央在幕后操纵。因为按照宪法，国务院总理是中国政府的最高行政官员，而中共总书记兼任的国家主席只是象征性的。因此，人大会议上，总理出来做报告、参加记者会、答记者问，就是要依据宪法临时假扮中共政府的第一代表，好展示党政分离、民主制衡。实际上呢，这些戏码都是中共为展现它独一无二的所谓全过程民主而做出的努力，虽然并不能够给中共以执政的合法性，也完全没有给到中国人带去真正的民主，但是每年中共都要例行公事般的通过这一系列民主的戏码，对外展示和谐，展示他执政的规范。而在这样的戏码当中，主角的戏份注定就是要被减弱一点了，有时甚至还是双主角，还让配角抢了主角的风头。比如朱镕基当总理时，江泽民自知能力不行，只好让朱镕基抓经济，甚至不得不让朱镕基访美，和美国打得火热。朱镕基是这个两会期间的临时主角，做报告、答记者问，江泽民可是妒忌的不行啊。但就算如此，也得配合着演戏，假装支持。为什么？因为两会就是为总理这个中共的假主角、唱主角而临时搭建的舞台啊。现在习近平配合都不想配合了，会什么记者答什么记者问，主角还得是我中共总书记。李克强在位的时候，后期呢已经严重的被习近平打压，但是在人大会议上，他做的报告仍然有他自己的意见和思路，比如说经济方面的议题和改革问题。而今年的两会，地位更加低微的李强也还得做报告，但是都成了党中央的指示汇报。比如在3月1号的时候，李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说这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要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贯彻习近平关于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指示等等。这是因为在2月23号的时候，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听取了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等关于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汇报。所以你看，李强的国务院已经变成了对习近平下达的指示去进行具体落实的单位了，完全没有了曾经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关所具备的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其实从李强上位起，国务院就彻底沦为了中共中央的跟班。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在李强出任总理之后主持的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是通过了一项新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废止了李克强在18年公布的那一项老规。那在这新规之下呢，李强是彻底交出了国务院的决策权，包括老规要求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第一任务是讨论决定国务院工作当中的重要事项，
而这新规呢，成了讨论需提请党中央审议和决定的重要事项。老规当中的国务院职能，包括建设经济体系、严格市场监管等等等等，详细列出的七条。但是李强推出的新规只是含糊的把这所有的项目给揉在了一起，成了一简单的三行段落。模糊了的职能诠释代表着国务院的职责被严重的缩水弱化了，甚至整体消失了。早在那个时候，李强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对习近平表忠心，交出国务院的实权，让国务院彻底沦为了党中央的附属。可是就算如此，习近平似乎也并不待见李强。反观蔡奇，在一众受到猜忌的习家军当中是个另类。3月1号，中共党校2024年春季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呢做出重要指示，蔡奇到场讲话。报道还说，蔡奇对年轻干部提出希望和要求。蔡奇主管宣传、中央书记处和中办，还在中共的各个委员会兼职，现在连中组部的都要插手了。这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蔡奇的势头狠狠地压过了排位第二的李强。蔡奇为什么大权傍身，却没有受到习近平的猜忌呢？反而还有越来越受宠的迹象。这是因为蔡奇和李强是两个截然不同类型的仆人。我讲一个最关键的事例。今年68岁的蔡奇啊，是福建尤溪人。1973年的时候呢，17岁的蔡奇下乡劳动，成为知青。在文革末期1975年获准推荐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了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毕业之后呢，先是留校担任党务干部，五年之后被调入了福建省委办公厅，正式开启了他的从政之路。从1983年到1999年，蔡奇在福建干了16年，从省委办事人员到三明市的市长。这一段时间呢，正好是习近平在福建工作的时间。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的高鑫的文章，当年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身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蔡奇被明确是服务习近平的。期间无论是蔡奇被外放到地级担任党委书记，还是被中组部推荐成为跨省交流的官员，都是习近平安排和设计的。1999年蔡奇调到了浙江工作，比习近平早三年去到了浙江。2002年的时候呢，习近平到浙江当书记，在这期间蔡奇可都是习近平的下属。2007年习近平去了上海，临走前呢又把蔡奇给调到了杭州当市长。2013年习近平到了北京当核心，蔡奇成为了浙江副省长。14年蔡奇调任北京，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副主任。2016年的时候呢，成为北京市委书记。这个时候蔡奇还不是中央委员，在中共的历史上，不是中央委员的北京市委书记是绝无仅有的。2017年中共的19大上，蔡奇直接就当上了政治局委员。蔡奇和习近平共事多年，以及他和习近平一样的知青身份，并不是让他受宠有加的主要原因所在。因为很多习家军呢都有类似的身份和经历，但是在不少由习近平亲自提拔起来的心腹接连被打倒的今天，蔡奇却还能够逆势而上，越来越受肯定的这个背后啊，还另有原因。我们把时间倒回到5年多前的2017年的11月10号，这一天时任美国总统川普是刚刚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上午10点多的时候呢，川普的空军一号在北京机场起飞了，他要去越南参加 APEC 峰会。习近平也要去越南参加这个峰会，他的专机呢大概是在川普飞机起飞之后的一个半小时之后才起飞。在飞机上，习近平注意到了机场东面冒着巨大的黑烟，随行的工作人员告诉他，那些黑烟是北京顺义区的一个仓库发生的火灾，已经联系了北京市扑灭了。想起川普的飞机才刚刚离开，川普也是一定看到了这大火冒出来的黑烟，习近平
非常不悦，说了一句丢人现眼。这句话传到了北京市委，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几天之后，习近平参加完 APEC 峰会又回到了北京，北京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一场重大的火灾事故，近20人死亡。这两场火灾引起了北京市委的迅速行动，以蔡奇为首的北京市官员呢，就召开了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的专项行动。也是在这个会议上，蔡奇说出了那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这些都是责任制要解决的问题，到了基层，到了点上，那就是真刀真枪，就是要吃刀见红，就是要敢于碰硬，就是要解决问题。如果不是这种态度去开展工作的话，那迟早你有一天你这个地盘上你还要出这样的事。不管出什么事，在首都5小时都是大事。我们每次开现场会，一个是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目的是什么？就是不能再发生下一回。上次那个顺义事情出了以后，我们就说了不能再有下一回了，然后就来了。我们想想看，那个货的不行，炸心啊，周丽颖现在压力大着呢，我们压力也大着呢，还有下一次吗？就像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事情一样，能不能确保没有下一次了？如果我们不痛下决心，还有下一次，但绝不能有再下一次了。这就是著名的北京清理低端人口运动，为期40天的大清理，让大量仓储货运企业受到了波及，让数万名所谓的那些低端人口在严寒当中被赶出住所，驱离开了北京。这是大多数人知道的表象，其实当年蔡奇大力清理北京的低端人口，这背后还有很大的政治原因。清理低端人口事发时呢，蔡奇才刚刚出任北京市委书记这一职，在他之前的是郭金龙，这个人呢是胡锦涛的人。虽然那个时候习近平已经担任国家主席5年之久了，但是也很难说他完全掌控了北京这个经济重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前两年，2015年的时候，北京发生了雷洋事件。雷洋呢是人大的硕士生，被北京派出所的警察给打死了。当时这件事情呢是引起了很大的舆论反应，习近平曾经下旨要彻查此事，结果引起了京城的警察和公安的集体反弹。当时3000多名北京公安和警察集体要辞职，搞得习近平下不来台，只好妥协退让。2016年，蔡奇从国安委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下来，进入到了北京市担任副书记和副市长，再到2017年出任北京市的一把手，首要的目的其实就要彻底掌控北京市。借用那一场火灾，利用那一场为期40天的清理低端人口的运动作为掩护，蔡奇打掉了20多个不服气的北京区级地方官。在这之后，蔡奇作为习近平在北京的代理人，才算是为习近平彻底掌控住了北京。在雷洋案附近的前后呢，和蔡奇的所谓能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雷洋案发生的前不久，刚刚上位进京出任公安局局长的王晓红，在对待雷洋案上是毫无办法。当时已经坐在公安局局长之位上的王晓红，根本没办法处理北京公安局警察和公安集体辞职的事情。还是到了2017年，
蔡奇借用清理低端人口运动，才彻底搞定了北京。所以蔡奇在一众习近平的心腹当中是一个特别狠、出手极其决绝的存在，能够具备这样手段的心腹并不多。反观李强，看他唯唯诺诺地跟在习近平的身后，生怕走快了一步的样子，看他满脸谄媚的微笑，就知道他只是个软弱的仆人。在习近平第二任期至今，骂习、反习、倒习的声音是不绝于耳，关于政变的传闻更是从未消弭。习近平需要这样一个狠角色，紧盯他手下的两面人，肃清中共高层内部的所有杂音和异议。蔡奇至于习近平，就像康生至于毛泽东，这是个习近平利用来震慑、打击和防范任何党内危及他权力势力的人。这样的打手是习近平眼下最需要的，而李强呢，不过是他施舍点恩惠，赋予他总理之位的提线木偶而已。但是习近平不断抬升的政治地位也必然会遭致无数人的眼红，就像我们以前在红潮密室中南海第一离间计当中讲的，与邓小平有着60多年革命友谊的军中大佬杨尚昆都能够被曾庆红使计而离间，最终让邓小平和杨尚昆反目成仇。谁又知道现在的习家军当中没有另外一个曾庆红在筹谋准备离间习近平与蔡奇呢？蔡奇这一类的内上祸宠，在中国的历史上就像那些看似位高权重的奸臣，比如说赵高、秦桧、严嵩、魏忠贤，就算能够权倾一时，结局也是往往难以善终的。这让我想到了几天前看到的一位中医大夫用中医推算的中国2024年国运。他说啊，以中国为中心方位来看的话呢，南方国家和南中国海这个海域的战火会在今年，也就是2024年更加的严重。东南方呢也不会太平，但是南方的战火要比东南方更加的严重。今年将会是中共内斗最严重的一年，内斗的形势会进一步的升级，习近平的权力会被削弱，而且这个南方也会有一股势力，一股反政府反习的势力会越来越强盛。习近平应该不会在2024年下台，也不会在今年死去，但是在下一年2025年，习近平将会出现一件很不好的大事情，他可能会在2025年下台，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人来接替他，而取代他的这个人呢，很可能是体制内的人。这个人刚上台的时候会非常的迷茫，他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是该抛弃中共呢，还是继续延续习近平的道路走下去呢？不过后来这个人呢会得到高人的指点，他会开始清楚共产主义的这些因素，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意识形态上的所有层面的这些共产主义因素，他都会进行清理。当然也会有更多的人帮助他，这个时候正义的力量呢都会融进来，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都给逐步的清理掉，让整个社会回归到一个传统的、一个清明的、一个返本归真的状态。他说最后会达到一个天体清透的状态。那到了2029年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就会结束了，人们，我想他主要指的是中国人吧，就可以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当中去生活了。这个它是用周易推出来的啊，准不准呢？我们也不需要等很久，其实就能够印证了。不管怎么样，至少给我们带来了些许希望，不是吗？那乘着这个轻松的心情，给大家推荐一款我最近一直在喝的茶。这款特级红茶呢很不错，口感和清香啊与中国最顶级的红茶金骏眉很是相似，但是悄悄告诉你哦，它的价格要亲民的多。为啥？因为现在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一款特级红茶呢是来自于泰国清迈，是100%野生放养的有机新鲜茶叶，经过了全球公认的 STS 农药检测，400多种农药的含量检测全都是零。这个制茶师傅呢是一位台湾经验丰富的70多岁的老茶师了，他精心烘焙揉捻制成了这一款特级红茶。
这款茶最突出的特点啊，是降压安神，睡前喝呢也不会影响睡眠。我有好几个朋友都在喝这个茶，全都是大赞，说每天上午工作前泡一杯，感觉暖心温胃，能够缓解压力。午餐过后呢，若是饭菜油腻吃得太饱，也喝上一杯，能够助消化，增强新陈代谢，缓解疲劳。晚上喝一杯也完全都不会影响睡眠。他们都说啊，这是一款白天晚上都可以饮用的温和保健茶，不然我也不会喝。以往呢，我都还是倾向喝咖啡多一点，但是咖啡呢相对刺激，而这一款红茶温和养人，所以我也喝上了。好产品推荐给大家，150克只要44美金，使用我的优惠码真飞的拼音，还可以享受到85折的优惠。好啦，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离开之前别忘了给我点赞哦。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我是真飞，那我们下期节目又不见不散咯。